王雪涵是本届全运会花样滑冰比赛年龄最小的一位运动员。他选择的音乐是《New York, New York》，纽约，纽约。可爱的，很遗憾，在他的两次跳跃当中呢，都出现了错误。对，可以说就是他的技术动作还不是很成熟，尤其是因为他的力量性还是很弱。对，但是他的表现和表演还是体现了这个音乐的风格和内涵的。没错，我觉得他在音乐选择方面呢，非常的聪明啊，很能体现这个年龄段的小选手他的一个本身的他的这个技术动作的特点，非常的活泼，非常可爱。对，而且在节目当中有一些诙谐的动作，他也表现得很到位。对，跟音乐的节拍也非常的吻合。开场呢是浮在冰面上，一个非常有创意的开场。我们看到他的眼神，还有他的微笑，这些细节都是很重视的，而且
身体的柔韧性很好，这是因为比较年轻的关系啊，身体柔韧性可以很好。看到他的这一是阿克谢尔跳，开场的阿克谢尔两周完成的还是不错，嗯，三次跳跃当中呢，就是唯一的最成功的一次。其实他今天的难度还是不错的，刚后面最后一个跳是后夜点名三周跳，加上阿克谢尔两周，那么说应该说在前面运动员当中他难度还是不低的，嗯，只不过就是在完成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嗯，王雪涵，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非常的有镜头意识，当镜头切给他的时候，马上向观众挥手致意。他的技术水平分15.94分，节目内容分五项相加之后是33.60分，最终的得分是38.83分，上升到了第三位。